欢迎大家嚟到 Simple A Class 嘅 YouTube Channel。呢本系《圣马斯 S for Mass Socrates》第四一四年入边嘅第一条。咁啊，入边题目咧，一开头俾咗呢个图我哋啦，咁要我哋揾翻个 X 出嚟嘅。咁佢其实有一个字眼提咗我哋咧，就系、是、inscribe circle。即是说呢三点其实都是 tangent 来的。咁如果是 tangent 的话，就可以用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 啦。先找了这个先啦。这个角，跟住照返碌屎的做法，就是找支笔揞住佢，剩返嗰个角就同佢一样啦，即是剩返个 X 呢，就即是这个。咁呢边都一样啦，这个都是 tangent 来的嘛，揞住剩返 X， 所以这个也是 X 啦。咁然之后呢，我哋见到呢一个三角形呢，已經出到三個角出嚟啦，咁然之後用翻 angle sum of triangle 咧，就可以揾到 x 係六十。幫到大家唔少噶啦，如果大家有唔清楚嘅地方，歡迎你哋留 comment 嚟問我哋。如果想知道我哋最新嘅資訊嘅話，就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啦。拜拜。